走开，我讨厌你。 熊猫会判多久？害熊猫属于野生动物，偷盗野生动物将会被处以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，并处罚金；情节严重的，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并处罚金；情节特别严重的，处无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，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。哇，你们真是这种人啊！